谁是今天的现场人气王？ 一起来看。 恭喜华晨宇花花， 现在是位列我们酷音乐亚洲盛典的人气王的现场冠军， 截止到22点45分。 第二名呢是张杰，第三名是王晶，还有冯建宇，我们有请华晨宇现场奖项。哈哈，我们新的朋友实在是太热情了。是，哎，这个奖项应该是我们颁给他还是自己拿的？哎，今晚呢，来花花，来到这边，台前，台中，来奖杯。花花，你今天的造型好可爱啊。 哎，我们传递好不好？好，我从粉丝那边拿来的，现在传给我的前辈阿雅。哇，好热烫的一个荣誉！现在花花可以接受这个奖，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吗？这个是现场人气王，那是歌迷投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奖就是你们的。 荣誉呢，都是粉丝们的支持，所以呢，我们也要来看一看，就是最棒的这个粉丝团，我们也选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酷音乐最佳粉丝团到底有哪些粉丝团，一起来看大屏幕。我们来看看最后选出的粉丝团都会有谁呢？好，好，其实我觉得。 那就应该还是要再统计一下，我觉得粉丝团的人数应该都很火爆。不，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揭晓粉丝团呢？因为其实支持的每一位歌手的粉丝们，我觉得都是最棒的，这个是没有办法比较的。所以呢，花花是今天的人气王。当然了，今天我们酷音乐亚洲盛典呢，在这边就要跟大家告一个段落了。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晚的盛典，谢谢所有线上4亿的朋友们支持今晚的盛典。是的，要再次谢谢我们的酷狗。 酷我和我们的彩虹音乐，也要谢谢我们的合作媒体、合作伙伴。最重要的是，谢谢到场的每一位艺人朋友和你们，因为有你们，我们的音乐才最酷。明天再见。